生意兴隆啊，下次运来啊。今年四月，因为业主勒令装修先可以续租，而结业的好时沙爹八月二十号最终原址重开。装修之后的餐厅明显光鲜亮丽得多，而且走廊位置都搬去室内。招牌菜好似海南鸡饭、星洲炒萝卜糕、沙爹，味道依旧。所以所有啲嘢都唔变嘅，都系原班人马喺度操作嘅。大厨仲特别用炮制海南鸡饭剩低嘅下腩、鸡脚，配上青柠、鱼露、蒜蓉同辣椒，做成新小食酸辣鸡脚。今日午市一开店，就吸引唔少客人嚟捧场。即系琴日喺 WeChat 睇到佢话今日开啊嘛，所以咪特登嚟啊。都有十年，我谂有十年以上。呢度最好食啦，系啊。就聽聞佢又話開翻，咁所以就破破運嚟。嗰份量係多咗㗎，我記得以前係呢度嘅雞嘅四分之三，而家係多咗少少。我哋成日帶小朋友去科學館嗰陣時候都會嚟呢度，其實個樣好似差唔多，我哋唔係好覺得佢裝修咗。佢哋話好好好食啊，我覺得個海南雞好似仲好過以前。大家都讚口不絕，今日起經過尖東可以去試一下啦。